欢迎各位新老学员，还有路过的朋友们啊！大家下午好，很开心啊！今天下午给大家带来一节素描公开课，我们画一只小动物。陆陆续续有同学进来啊，欢迎各位来到幼化教育的直播间。简单介绍一下自己，我是幼化教育的素描老师，素描公开课老师，大部分同学都已经认识我了啊，还有新同学不认识，简单介绍一下，称呼我为乐哥就可以。2016年美院油画专业毕业以后，教了3年的线下艺考，2年线上。这是一些素描、油画、人物，来简单看一看。还有一些色彩作品啊，也给大家简单看一眼。这个都是带着线上的学员一起画的，色彩丙烯，也是静物啊，色彩、人物、风景都有。其实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素描？就是因为素描是一个很好的提高我们造型能力的手段，这是它的作用。我相信有特别多的朋友啊，喜欢色彩，因为它五颜六色的很好看，想直接跳过这个素描去学习色彩，我不建议这样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素描真正研究的是哪些内容？比如我们说的形状，你要画一个物体，它肯定要有形状，对吧？你罐子、壶、花，还是风景的山，它都有自身的形。有了形以后，还要有体积，对吧？它要真的像我们三维里面看到的物体是真实的，有前后，有空间，这都是明暗。我们素描里面明暗要解决，也就是明度关系。还有质感，你像胡子，它要有胡子的质感。玻璃要有玻璃的质感，这都是我们在素描里要解决的内容。你像这是一幅之前画的油画，给大家 P 成黑白的，大家感受一下。变成黑白的以后，物体的构图没有变，空间、透视、体积这些都没有变，唯一变的就是加上了色彩，有色相了，蓝蓝的天，绿色的湖水，这是色相，还有纯灰，比如离我们近的会纯一些，离我们远的会灰一些，近远，所以你把素描解决好了，再去画色彩，就会事半功倍。这是前段时间画的油画雨景，素描有画的时间短一些，也有长一些的。人物，除了素描，除了作为我们训练造型能力以外啊，它也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。就是你如果画得好，画得好看，可以作为一个艺术品啊，你可以裱起来、挂起来都可以，它也是没问题的。像我们今天啊，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节课，主要内容就是解决质感、毛发质感这个问题。有没有零基础的同学？有的话敲个零，我看看有多少是零基础的学员。对绘画感兴趣，
因为前面几节公开课啊，我讲了很多关于形的，这节课咱们总结一下，就不在形状上浪费太多时间了。如果有零基础的，我们可以过一遍啊，把这个形状上的内容过一遍。重点，这节课的重点是表达。你看这种毛发啊，它如何去表达质感问题？有，好。我一会儿会讲一下工具啊，有零基础同学我要讲一下工具，要不然大家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工具，怎么去画。素材图，想要素材图的大家关注一下幼化教育的公众号啊，幼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。有点反光。稍微调一下，直接输入素描素材图，那大家点进去就有这节课的我们的素材图，还有上节课上上节课啊之前的一些素描公开课的素材图都可以找到。如果你想要更高清一点的，它图片传上去会压缩。如果你想要更高清一些的，可以添加一个微信，幼化的拼音，再加一个23，或者是32。幼化23，幼化32，可以问助理老师要到更高清的素材，包括课上的步骤图，都可以去找他们要。那除此之外，你像之前的一些录播课程也可以找到啊，还有幼化微电，这个我要说明一下，幼化做微电的初衷啊，并不是说拿这个盈利，它只是方便很多学员去购买画材，因为网上店铺太多了，各种假货啊，你像我以前买这个炭笔经常买到假货，幼化做店铺就是想给大家性价比高用起来好用的画材，大家有需要可以去里面自行购买。好，我们回到画面，要用的铅笔，我建议初学的朋友们用铅笔去画画。为什么要用铅笔？因为它细腻，它的铅芯是石墨，这是它的材料特性，石墨本身就很细腻。你看我拿了一把啊，你看从 2HHB 2B 4B 6B 8B 这几支必须要有，初学因为手上没有经过太多的训练，控制不好力度，我们都可以通过换笔，可以通过换笔来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深浅变化。削铅笔的时候千万不要削带字母的这一头，切记。你像这个 H 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 hard 硬的意思。 H 前面的数字越大表明它越硬，它画的颜色就越浅。而这个 B 是 black 黑色， B 前面的数字越大那它就越软，画的也就越重啊，一定要搞清楚这个。选择牌子啊，我只能给大家说，你像我经常用的施德楼还有30啊，这些铅笔它的木头削起来很松软，还有里面的铅芯很细腻。30的可能画起来更重一些啊，这是我用到的感受。30画起来更重，施德楼的会更轻，更轻便。因为反光啊，铅笔这是石墨特性决定的，会反光。那我做示范的时候，我会用炭笔来画。我会用炭笔，炭笔这个炭芯是炭粉做的，很粗糙，不建议初学的同学用它。我会说我每一步用到的是什么型号的笔，
软性的炭笔你就对应着软性的铅笔，六 B 以上我们都可以称为软性铅笔。像塑造的时候，我基本就用中性的炭笔，那对应的铅笔里面是什么呢？就是二 B、四 B 这样型号的。还有一些是硬性的，你比如亮面的、很浅的一些塑造，我们用硬炭，硬炭对应的铅笔里面就是 HB、2H 啊，再往上像 4H、6H 那都是硬性铅笔。要能对应起来，画在哪个部分用对应的铅笔。因为有零基础的同学啊，我就把这个起型再讲一下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？就是拿到一张图，哎，很吸引自己，马上就想动手画，就从一个局部，比如啊，你看到了这个小松鼠。感觉他的眼睛很有神，然后在空白纸上直接从眼睛的位置开始入手去画它。有的话敲个一。我希望最后给大家传达到的啊，或者说分享到的更多的是绘画思路。不是说我教你画一张然后你就只会画这一张。我希望我讲的更多的思路方法，让你在画完这一张以后还可以去进行别的内容。那从今天开始啊，我讲一下，以后千万不要从某一个局部的点去推，这个并不是绝对的。像初学，他对整体的长宽比例没有一个把控，从某个局部点开始推的话，容易画跑偏。要么画的特别大，要么画的特别小。等你已经训练了很长时间了，对整体比例在心中啊，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了，你可以从局部推啊，它是有前提的。调一下大小，这就是我们的长宽比例，把小松鼠最高点、最低点、最左、最右框选出来。然后长宽比例如何确定？你看，它下面一个长长的尾巴，上面它身子头部分，基本上上面就是一个正方形，下面更长一些，上面更短一点。哎，有一个大致的长宽比例。有一个概念，有一个印象。这种方法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在用，你比如画个十字，把它对半分，找二分之一。这个好处在哪里呢？可以测量它的距离啊，你把笔放在这个位置，你就能判断出来它有多宽多长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了横向纵向的辅助线以后，这些点谁在横线的上面，谁在横线的下面，对于竖线来说，谁在右谁在左，这都是参照点。一个是距离，也是线段，另一个就是点是位置，这都是可以给我们参照的。那有同学觉得只分一下还是不太好把握，那我们可以继续分吗？红色的是之前的，那我们在另外的线段里面找二分之一，对吗？打成了格子，这样经过的点的位置就更加好判断了。因为参照点更多了方便我们去画。这个是大家常用的，都知道的。微信这边的朋友刚拿过来，我回答一下大家问题。一般的不适合削出来很短。青，你说的是铅笔吗？刚才又说的铅笔是吗？用刀子削啊，我喜欢用这种刀子去削。
我喜欢用这种裁纸刀、美工刀去削，对吧？这个刀子可以很好的把控我们铅芯的长短。你像，我知道你说的是哪种，那是那种手摇的，是不是这种的？削笔机啊，它不太，一般削出来会短一些。有的人对自己使用的铅笔要求比较高啊，我喜欢用削笔刀，刀子去削。那我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另外的起型的方式，这三种方式大家配合着使用，就是你可以测量距离，可以去找点的位置，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？就是剪影观察。就是剪影观察。你看，虽然我们看不到每一个物体里面的细节，但是我们单纯的通过外轮廓就可以判断出它是什么。对不对？这就是剪影观察，一看就要看到大整体而不是小局部。那对于我们的松鼠来说，哎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用蓝线给大家标注了出来，这就是它的大轮廓。我先把这个形状讲完啊，我再回答大家问题。有时候单纯的把这个线框出来，大家看的不够明显，你看，要养成这样的习惯，或者说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啊，就是把它当成平面的去看。你看，当我给它涂成一整坨啊，一整块颜色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更加清晰了？这个形状就更明确了。来，再给大家一个思路啊，再给大家一个思路。大家看到了什么？这张图大家看到了什么？对，有同学看到了手啊，一个手，还有同学看到了别的东西，看到了一个人的头。对的，这就是把一张图啊，我们不只看某一个局部的内容，我们可以反推着看，也就叫正负形。那有的人看到的亮部就是手，看到了暗部就是头，这是在形状明确的时候大家也能看出来的。但更多的情况下，这个正负形它就像它自己，它谁都不像啊，它没有特别明确的特征。我们一样要用这样的思路啊，放到自己的画面里面。你看，我们再看这个图，马啊，那如果再看里面黑色部分，大力士举杠铃，对，很多同学都看出来了。那对于我们这张图来说，如果小松鼠看成是一个正形的话，旁边跟我们的方框围成的这个空白区域，这个就叫负形啊。我们画物体不只光看我们所画的这个主体物，我们还可以判断旁边围成的负形是否准确。你想，如果你的长宽一开始一个方框放在这里，如果你把负形这种空白区域都画准了，是不是就说明我们把小松鼠它的外形就确定出来了呢？这给大家的思路就是画它看旁边啊，多了很多参照，再配合着我们什么用横竖去测量，然后用横竖去找位置点，这三个内容全部联系起来，这样就会越画越准。来，明白的同学敲一下啊，敲个一看看。刚才有同学说铅笔芯为什么要削那么长，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排调子啊，磨损的是特别快的，如果削得很短，你动不动就要削，很麻烦。再一个，它为什么要削一个尖出来呢？为了塑造细节啊，有某
某些特别精致的部分需要我们仔细去刻画的时候，就必须要有尖，如果特别钝，是不是就没法画？一般要削的长一些，不是说必要的，只是方便你去处理某一块细节，你可以这样去要求材料啊。嗯，基本都明白。好，继续往下推啊，再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看，这还是用到的正负形的方式，就是从上一步，我们往下继续推正负形，就是有了外形以后，你看它里面还有胳膊、腿、眼睛、耳朵，你就像是，想一下啊，怎么给大家说呢？比如这个松鼠就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，一个陆地啊，一个陆地旁边空白部分是什么？是海洋，是海洋。哎，我们再从陆地里面去细分，你比如说有各个省是吧，各个省，如果再往下细分，你比如高光点，每个市啊，耳洞，就是不断的细分下去，从大到小，从大到小，这就是一个思路啊，整体思路。画素描的时候要把素描图转换成黑白吗？这个要看自己。有一些明暗关系不明确的，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，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。一般不建议啊，因为素描它就是提高我们这种对形的把控啊，对黑白灰的归纳概括表达能力。如果自己实在看不出来，把控不了，你可以转换一下。听明白了啊，但是手说他没会，这个就需要训练啊。先有正确的思路，然后加上大量的训练，才能实现知行合一，对不对？经常这么讲。好了，刚才我介绍了一下起形啊，这一步我就加快一点，我们开始起形。跟着思路再来一遍。笔轻轻的捏在手上就好了，不要使太大的劲，轻一点。都想换是吧？都想换成黑白的。当有时候我们的铅笔用的比较短了，可以买一个接笔器，插在接笔器里面，它就长了。侧锋用笔要轻，负线来回。啊，我们前面说小松鼠的上面身体基本上就是一个方形的，下面的尾巴更长，所以这是上半身，这是尾巴，尾巴更长一些，把大的控制好。啊，有同学说这样拿笔可能会抖得厉害，你看我的小拇指啊，小技巧告诉大家。虽然捏笔的手这三只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拇指是轻轻的靠过来，当你不稳定的时候可以把小拇指伸出来，
底在画面上，底在画面上，啊，有个支撑，这样就不抖了。嗯，都习惯了，都习惯了以后就越抖越嗨了。我用的方法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啊，只是我没有把那种横线竖线给它画出来。那个线在哪里呢？在心里面，在心里。时不时的横向、纵向去比较，或者说你不想画线也行，就把笔放在这里。为什么这一步要轻一点用笔？是因为现在确定的只是一个大的轮廓、大的范围。比如基本特征、长宽比例，啊，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，所以我们用线要轻，便于下一步去修改。你看，我会时不时的去看啊，看什么呢？看旁边这个复形，画正形，看复形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嗯，我没办法把每个步骤都讲的特别仔细。我们就2个小时左右，2个小时时间。这一课的重点是讲一下对于这种毛发质感如何表达。但是如果是系统课啊，我们的 VIP 系统课的话，每一步都会讲的特别透。嗯，小昭啊，这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，也挺好的。那这个怎么解决呢？尽量啊，尽量不要说用那些拷贝的方式啊，或者说硫酸纸啊、投影啊，不要借助那些手段啊，不要借助那些手段。嗯，自己在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锻炼自己的眼睛观察能力，眼睛的观察。可以怎么呢？你可以自己去测量，就像子月玲子回答的啊那样，你可以去用笔，用自己的笔去试一试，卡住，不要这样拿笔，真的这是画写生时候用的，你就把笔贴上去，对，去测量它长宽之间的什么1/2啊、1/3啊，啊，不断的去测量它们比例之间的关系。这样画多了，慢慢的眼睛啊，这个观察能力就上来了。对，这节课是素描啊，是素描。大型出来以后，继续往里面分。嗯，这个说的很到位啊，画的时候特别准，然后。画完了以后什么都不是，你看这个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没有都去检查。为什么要讲好几种方式？有什么正负形啊、测量啊、点啊？你看，你可以以其中的一种为主，比如正负形啊，我以正负形的方式先把它画出来，然后用测量的方式去检查。啊，有进行，有检查。再者呢，还可以用这个横竖辅助线去观察点的位置，对不对？
只要你多检查，肯定就跑不了太远。一般行飞没了，是不会出现那样问题的啊。形状由大到小。前面是大写，现在就开始画中型。头的长宽，看看它的基本特征。眼睛位置，你看，画眼睛的时候。根据我们正负形里面用到的，刚才讲到的正负形里面的内容，它要考虑什么呢？它要考虑这个眼睛到右、到左、到上、到下这个距离，就是画它要看旁边。闭着眼睛啊，闭着眼睛是画写生的时候啊。画写生时候会用到，因为画写生不像照片，照片是一个平面的，本身就经过二维处理，而真的在画写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纵深，要自己去控制这个纵深，所以要闭一只眼睛。我们的两个眼睛你会发现，你用右眼量或者用左眼量，它。不在一个视点啊，视点不同，是有区别的。所以你一开始定好了用哪只眼睛，那你从头到尾都用哪只眼睛，不要换。其实这一步还没有画特别重啊，大家记着，还是没有很重的。重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就是铺颜色的时候。现在是在起形，看看耳朵到眼睛有多宽。一直在调整。把前面那种特别长的、概括的线条，现在就分得更加仔细一些。一步一步精确的。然后手的位置，你看，我们就可以通过纵线来判断，这是嘴巴、鼻子啊。纵线下去，你看手。是不是更靠左一些？这就是通过辅助线来判断左右。然后呢，继续往里面推。看脖子到腿的部分。宽度，这样除了多画啊，除了多画，还有一个就是，肯定要有个人指导，这样你进步会快一些，不然每次练完了自己看不出来问题。这个也比较尴尬。
如何控制纵深呢？我不太明白你具体想问什么啊？如何控制纵深？你是说平常画的东西总是表现不出纵深感吗？前后空间？那这样一个具体的形状，具体的形状，是吧？比刚才就更加精确一些了。闭眼肯定找不了纵深啊，闭着眼睛看到的东西就是平面的，睁开眼睛，两个眼睛看才能找到纵深。都在上班。除了观察啊，观察是一步，然后主观表达又是另一步。如果你画面总是画不出前后空间，你就主观的把前面画的更加清晰啊，远处虚化，近实远虚嘛。这样起行是比较快的，还有你可以起完了行以后，退后检查一下，大的比例没问题，然后再上调子。我喜欢给，我的学员讲这个步骤性。比如刚才我们讲的那一步是干嘛？起行。每一步的步骤一定要明确啊！你不能一会儿做这个，一会儿干那个，容易懵，容易混。起完行以后才是铺颜色。这个颜色的目的就是让它有体积。我们说的黑白灰，然后揉擦，后面有刻画、调整。每一步你只做一件事情，比如起行的时候，你只考虑它的长宽比例、基本特征，然后具体型，不要考虑其他的，要不然容易乱。微信这边怎么黑了？微信这边的朋友可以看到画面吗？卡了，刷新一下，在公屏里面敲一下，在公屏里面敲一下，让助理老师调一下设备。微信这边的。在评论区敲一下啊，让助理老师看到。好了，继续。这个毛发，你看我拿了一支水笔出来，就是我们平常写字用的。中性笔，只不过它已经没油了啊，它用完了，写不出来了。我们用它来做什么？去压痕。
用压痕的方式画这个毛发。因为压的痕迹大家看不到啊，我用黑色的笔在旁边演示一下。我想问大家，你说是这样的用线更正确，还是说这样的用线更正确？这是第一种，这是第二种。是第一种，这样用线更容易表达毛发质感，还是说第二种表达更贴切？对的，第二种啊。所以我们在用压痕笔压痕的时候，用这个普通的水笔去压的时候，就压成第二种这种样式，让它们交叉，让它们交叉在一起。暗部不需要啊，我们能看到的这种大的暗部不用去压，只压亮面和灰面，你看起来毛发很明显的部分。这就是预制肌理，画油画里面，如果画过油画的同学应该听过预制肌理这个说法，就是在还没有上颜色，甚至还没有起型之前，做一些肌理效果啊，很厚，特殊纹理，形成特殊纹理。等你上了颜色以后，它的质感就出来了。事半功倍，单纯的靠排线不太好表达。前面有个同学说，为什么总想把图片调成黑白的，是因为物体上面有固有色，不只是单纯的黑白灰变化啊，还有固有色影响，那两层叠在一起可能就会让我们判断不清。那这个思路啊，用压痕的方法先去压毛出来，就肯定要比你用单纯用排线啊、提亮啊这样的方式表达毛发更轻松，就是分开做了啊。单纯用笔去画，你又要考虑毛发走向，又要考虑黑白灰颜色变化，又要考虑固有色。像这种直接去压，你后面就不用考虑毛发的形了，因为这个形已经被你压出来了，到时候只用考虑颜色的深浅变化，就把拆分开做。第一步要有耐心，切记切记，暗部不要动啊，只去做亮部。灰面，毛发感特别明显的部分，其他的地方不要。这个就像变魔术一样，现在白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等开始压了调子以后，会发现，好奇妙，就能出来。
看清这上面毛发大致的走向，大致的走向，每一根和每一根可以交叉，但大体上它是有一个方向的，我们控制好这个方向。尾巴部分的毛要长一点，大家画线的时候也可以画长一点。网上也有专门卖那种压痕笔的，有各种型号的都有。我觉得这个用着也挺顺手的，没有必要去买，看自己需求。好了。预制基底完成，然后我们去加重。那个眼睛本身固有色就很重啊，黑色的，特别重，控制好形状。控制好眼睛的形，高光可以留下来，也可以后面用橡皮提，都行。随着我侧锋去铺线条，大家看上面的。之前压到的痕迹，因为用硬的笔啊，把那个压下去，纹理压下去，我们涂的调子它只是浮在表面。所以自然就会产生这种质感。为什么我不去暗部去压？因为暗部根据人的视觉，暗部光线不足，
人的眼睛会更集中看到亮部的细节，会自动省略暗部，这就是推空间的一个方式。如果你把亮部和暗部都画了很多细节，其实就是比较平，没有区分。跟刚刚那个同学问怎么推空间，不太好表达这个前后空间啊，就是因为前面也想画，后面也想画，它没有一个区分了。今天是乐哥，乐哥，刚来没多久，哎，之前在其他机构。一个是因为疫情啊，再一个双减，导致现在这个行业比较难做。你像我之前那个机构啊，只看业绩啊，打着教育的幌子，就不断的让你掏钱。具体说，老师教的怎么样啊，都不管。甚至他要压榨这个老师去服务学员的时间，点评作业、备课啊，把这个时间压榨下来干什么呢？去销售啊，各种销售。所以我有点难以接受啊，我不是说反对做业绩。反对卖课，就是说你不能说把这个服务都不管了。学员报名过来肯定是要学会的，要教会的。他们就只想着赚钱了，所以我有点难以接受啊。来到右化，我觉得。感觉挺舒服的，因为这帮人是真的在做教育。为什么让我来上这个公开课？因为系统课老师没时间，就是 VIP 老师没时间。素描老师、李阳老师，他又要带系统班，又要带这个工笔，抽不开身。每天这些老师就要点评作业。我们是他们有群，系统群，在群里面点评作业，每一个学员像每一个步骤啊都要去点评。所以口碑，优化在这个线上教育里面啊，口碑是特别好的。但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单纯的想靠口碑，也不太好做。以前总说酒香不怕巷子深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真不是了。因为那些头部或者说有点钱的，他们会大量的投广告，他们不用心做教育，而是大量的投广告让你注意到他，而单纯的靠口碑呢？你不做运营也不行，你不做运营，这么好的课程，这么好的机构，知道的人太少了。所以这个公开课还是得上啊。松鼠有提前压毛吗？刚才展示的就是那一步啊，你看刚才展示的就是压毛那一步，现在。我侧风去铺色，你看它的质感是不是大家能看到啊？
到时候可以转成视频嘛。你问一下这个啊，幼花二三这位助理老师，他们这个也不一定，有时候会转成视频，有时候不会转啊，这个不一定的。素描看着难，但是它是基础啊，我前面一直在讲。素描它解决哪些呢？就是解决这个形状、体积、质感、空间、比例这种最基础的内容。其实素描啊跟国画它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素描里面用的更多的是面啊，而国画里面更多用的是线，一个是线的艺术。如果说我说几个词儿啊，你比如十分三面，这是国画里面讲的。石头，你要想画好一个石头，是不是要把它分成三个面？这样更容易去表达它的体积。那你对应着你想一想，素描里面怎么讲这个三面的？三面是什么？有知道的吗？可以把三面敲出来啊。自己学要走很多弯路啊。对，很多同学都说出来是黑白灰，对吧？十分三面，对应的就是黑白灰三个面。那我再说一个词儿，国画里面还有一个词儿叫墨分五色，交浓重淡轻。那你再想一想，我们平常说三面几调啊，几种调子？其实有特别多的学员啊，就是朋友们，反正我实话告诉大家，网上的公开课特别多啊，好多机构都在上公开课，但是真的跟着公开课把画学好的有几个人？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，他总需要系统化，就是知识在脑子里面一定是形成系统以后你才能运用自如的。如果只是单纯的每天这里看一下那里看一下，感觉学到了很多小的知识点，但是他们串不起来啊，串不起来去运用。为什么我总喜欢给我的学员讲一定要注重步骤性，对吧？你每一步解决一个问题，这个就是理念上的，先意识到它重要，然后你才会按照这个方法去做，才能更好的掌握它。如果只是你想有的同学喜欢在起型的时候就铺很多颜色，甚至说起型的时候去揉擦，考虑因素太多了，就控制不了了。一定要形成系统化。你像这种 VIP 课程，时不时的老师们就会做教研，科学的学习才是最快的，省了很多自己摸索的时间。不是说没有人自学没学成的啊，也有，确实有自学学成的，太少了啊，而且花费的时间精力特别多。我前面讲的，你画了以后他总得有一个人给你指点，一个更有经验的人给你说哪里对了哪里错了，应该往哪个方面去调整，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。如果方向一开始就错了，那是不是南辕北辙啊？就是效率问题。要录播可以找一下这位助理老师啊，幼花二三。
我刚才问的那个有同学回答吗？三面几调啊？国画里面的墨分五色，胶浓重淡轻对应的细画里面的，素描里面的三面几调？对，五调啊，三面五调，这就是它们相通的地方，只是侧重点不同。西画里面，大家比较画写实的啊，比较喜欢画写实的。这个写实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这种明暗关系，明暗关系，它跟我们视觉观看事物是相同的。剥离掉色彩，剩下的就是黑白灰关系啊。所以你觉得它真实，而国画高级在哪里呢？它是玩线条的，它在玩线条。通过这个线条，线条是有前后关系的。你比如我这个手啊，那我在画的时候，前面的压着后面的，这就是前后关系。它单纯的通过线条就可以来表现前后。再者，线条有很多表现力，你比如粗细，是不是轻重，然后曲直，它是有情绪在里面的啊。单纯的一个线条可以玩出这么多变化来，讲究韵味。小爪子，前面用了水笔啊，时间太紧了，我没办法再给大家演示了，这就是公开课不好的地方，时间紧，节奏会更快一点啊，太多内容讲不透。有的同学来晚了，不知道。我前面有鸭啊，在铺颜色之前有鸭，但我用的是一支没水的中性笔，用没水的中性笔。小爪子，分三节儿，牙签会更锋利一些。你像这种圆珠笔啊、水笔啊，它前面有什么小钢珠啊？这个钢珠它不会把纸划坏、划烂，而用针、用牙签，很多时候会把它划坏。烂，你看松鼠的质感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？还不够啊，我们后面还要再让它精致。这个只是铺了一个大的效果，后面还要揉擦塑造。今天这节课并不是针对我们零基础的同学，是有一定基础啊，但是不会画这种毛发的。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讲这个毛发。还有我前面讲的一些起形的方式啊，那个
零基础的同学可以看，多几种思路可以起得更准，提升自己的对于形状的把控能力。铺色用软的，软炭。你单纯的跟我这一节课肯定会觉得有点难啊，但是系统课它就是针对零基础设计的，一会儿我休息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吧啊。难是因为突然一上来画的这种题材比较难，而且很多内容没有讲清，所以你会觉得，你觉得。不简单啊，这个树枝干，我就不去太细致的做了啊。时间关系，找一下明天接线按部。配合着我的松鼠，又来，哎，你们几个每节课都这样来，让我情何以堪呢？就是没有看到起形啊，你加一下刚才那个老师，右滑23，你问问他有没有录播，他那里应该会给准确答复。运营那边有的话，等这个课程结束了，他那边弄好了，可以发给你回放啊。你看，还只是简单的表达了一下，是不是很快速的？除去我前面给大家讲的那些内容，说话的部分没有动笔，40分钟差不多吧？是不是？就起形，前面给大家分析的内容太多了啊，就起形的一些方式，然后压痕，线条肯定是要交叉在一起的，你不能都是平行的，你交叉在一起，它才真实自然。那么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呢？就是揉擦，给大家说一些其他的揉擦方式啊。零基础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，如何让画面变得更加细致。揉擦完以后，我们塑造啊，把一些需要收形的、更加精致的部分，我们塑造一下，最后调整结束。谢谢大家啊！嘿嘿，这个说的是真的假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就是一顿夸，加分要找李阳老师，你找我没有用啊！到时候我又不给你打分，晚上好像有课，对不对？晚上有系统课。我也并不是简简单单的，只是嘴上说，嘴上说谁不会啊？这是真实的啊。曼曼同学，
这就是他从头到尾学了以后，真的感受到了啊，真正的感受到了素描对他学画有帮助。他以前画那个花卉的啊，水彩应该是水彩花卉。学了素描以后，对他整个造型能力提高很大。那这是另一位同学的，你看，看这个区别啊。短短的时间内，一开始也没有体积，其实这个体积就没有表达好，因为把暗部卡的太清楚了。再一个，你看亮面跟暗面之间的灰色区域过渡不够充分，所以你感觉这个不是球体了，有一点，怎么说，有一点方的感觉，是吧？一个是卡了暗部边缘，跳出来了。你会觉得体感很弱，再一个灰面过度，亮暗之间的灰面过度不够，你觉得它很硬啊，很方硬。那你看短短的时间，你看这个多面体，收形的能力，颜色的控制能力，真的进步太大了啊！这都是系统班的同学们，只要是在这儿学过的，都特别认可啊。因为老师真的服务特别用心，每节课这个作业相册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点评，然后还有一些不好标记的部分，专门截图给你说。这都是大家平常聊天，很庆幸，因为网络机构真的太多了，不靠谱的也太多了哈。不管最后你愿不愿意来优化学习，这个都没关系啊。你要选择其他机构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，认真考察一下啊，不然你像我之前的机构啊，我以前带基础班也带人物班，授前老师就是专门的招生老师，上课的时候就给那些学员说，没事，你如果喜欢头像的话直接报头像，因为那个同学不想画静物，不想画石膏，他觉得那个太枯燥了。那是这个招生老师就说，没事，你不用学那些基础的，直接来人像班，能教会你。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，那就是真的是骗小白，昧着良心说，咋可能，你铅笔也不会拿，透视黑白灰什么都不懂，直接就跟着人像班，那根本学不会啊！因为这也导致他那个体验感很差，最后就不学了，退费了啊！那本来是有兴趣的，到最后兴趣也没了，真的没良心。所以我受不了啊，受不了那种地方，后来才走的。那这都是优化的学员。我们的科目也很多，有彩铅、水彩、油画、国画、书法，然后板绘啊，这些都有。反正修改前、修改后差距很大啊，质感就特别明显了。太多了，翻不完，大家简单看一看。对，第八期2月份啊，2月份就要开始上课了。也是因为经济形势不太好，后面有可能会涨价，这个课程价格。反正现在这个课程价格，我看到的啊，就是素描这一块，我在全网没有找到性价比这么高的。这在别的地方都卖全套的价格，之前的，这些学员都是从零基础开始的，就是从排调排线条，从那一步入手。你看之前透视也是错的，没有学透视你就不知道
定小远大的边长，然后画的软软的，像一块豆腐。为什么？边缘线的问题，是吧？软了，不够硬。后面调整，越画越好啊，因为意识也到位了。系统课里面有老师，课后有一对一辅导的，你每节课都有固定的知识点，很明确的知识点给大家讲，它不像公开课。有时候又是这，有时候又是那，混在一起的，因为大家的进度不一样，我没办法从某一个点推开给大家讲。而系统课里面，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基础。前面这个花，它会把暗部反光都开始提的特别亮，体感不强，后面的意识的提升。这人，你像。都是喜欢画画的啊，在一个群里面互相支持啊，互相鼓励，也更容易走下去。也是体感不够强，你看这个亮面、暗面的颜色差不多，是不是？那经过训练，这个整体意识要强太多了，整体归纳的意识都要强太多。而且你想，后面画的都很复杂了，这种形体变化更复杂，前面的简单，进步是特别大的。有目共睹，我们87素描87是李阳老师上课，一个特别帅的老师。这是他画的海报封面，画风很细腻。那这就是老师，李阳老师啊。李阳老师的作品《石膏》。人物，我上公开课啊，我上公开课，像上周还有分享课，但是最近又安排了别的内容，没办法给大家带来这个分享课了。我怕怼脸上拍李阳，李阳揍我一顿。你看看我们的课程啊，就是完全针对零基础，你也不用担心学不会。我们这个课程，报一期学三期，啊，你没有听错，报一期可以学三期，就是从最基础的工具材料介绍，那是一定要有的。然后画线条，啊，我让你知道画面是由点线面组成的，然后慢慢会教你一些观察的方法，包括透视啊，三面五调啊。啊，让你能画出这种几何体来，不要觉得几何体很枯燥。这个几何体啊，很多物体都可以归纳成什么立方体、圆柱、圆锥、球体啊。现在讲可能比较抽象，意识不到，可能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啊，原来真的是这样的。你画好那几种几何体啊，对你后面不管画什么复杂的物体都有帮助。那。简单的能画了好，慢慢的开始这种静物组合，画这些，包括细节塑造，如何让它更精致，然后动物的毛发，有长毛发、短毛发，人物，最后创作，很科学啊，这样的就是从简单到难，一步一步让大家掌握。报一期学三期。假如你报的是第八期，你可以学第七期的录播，然后跟第八期的直播，再跟第九期的直播，课时量，这在别的机构都是全套，但是价格相当于其他机构的单科目啊，是很便宜的，性价比特别高。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啊，材料啊，学素描有什么用？看看我们学员的优秀作品。
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啊，我不帅。你看，我们很多学员，这个在各个平台啊，画画有好多粉丝，几十万的都有。还有的是美术老师啊，就直接在外面做美术老师，还有开画室的、工作室的，都是大家一些认可的话语。这不是我在吹，这是事实。线上机构里面能像优化这么有良心的，真的太少了。如果想报名，可以添加一下这个微信“优化二三”。课程后面有可能会涨价。想学千万不要错过！你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，要么是10年前，要么就是现在啊！不要老拖。我也经常会这样，比如有时候想锻炼啊，我说总是给自己找借口，下次吧，下次吧。其实等着等着，最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揉擦我们要用到的工具，纸擦笔，或者是纸巾，或者是，呀，我的化妆的呢？姐妹们化妆用的美妆蛋。刚才有微信里面有个朋友问，特别好一个问题，揉擦会不会破坏下面的痕迹呀？不会啊。纸的纹理是这样的，横剖面，它是有凸起的。你会发现纸并不是完全平整的哈，纸并不是完全平整的。我们之前的划痕是很用力的，那个划到哪里去了？划到底部去了。而我们现在铺的调子，在哪里？在表面。揉擦分一个轻和重啊，你揉擦轻的部分，底下的划痕依然存在；揉擦重的部分，会遮盖一点点，但不会完全看不出来。那因为我们不能说这个上面留的毛全都是亮的，全都是白的呀，那也不现实。它肯定是有颜色变化的，有层次的。如果都是亮的，那它没有层次了。我们可以通过揉擦让它变灰，而不是全都是亮的。我们开始揉擦，我从局部啊，局部开始。看着我画简单，其实大家画也简单，因为我画的多了，可能会熟练一些。因为我总喜欢给大家讲说，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我就是比大家早画几年，早进行几年。确实走了很多弯路，也总结到一些经验。你画的多了，手自然就熟练了，就画起来轻松了。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。你看你想想，你开车是不是这样？它不难，你把车开动，它不难吧？可能你没有去驾校的时候，你已经能把车开动了。但是说，它具体的操作流程啊。就算最后考试考过了，最后要上路了，真的到了路况又不一样了。它是有很多因素的，包括小时候骑自行车不也是这样吗？骑自行车
一开始掌握不了平衡，后来慢慢大胆了，哦，能骑着往前走了。可是到了人多的地方，你想一想，是不是又开始左右摇摆？这都是不够熟练啊，不够熟练。接触的因素比较少，比较复杂的一些画面比较少，所以经验不够充足。等你画的多了，知识层体系有经验，就能帮助你啊，越画越轻松。一个是离不开练，另一个离不开有个好的老师啊，给你指导，这样事半功倍，真的是进步特别特别快。我也有过自己摸索的阶段啊，就不是很理想。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能走得更远。你看，我就算比较使劲的揉。你发现它的划痕还在，只是划痕不是白的了，变成一种灰色，这样它就有层次了，它能跟亮面的这些区分开。揉擦的时候呀，眯着眼睛看，眯着眼睛，切记，揉擦不只是把这种线条揉没，还要控制好形状，你不能说起形的时候，好好对待了形状。铺色的时候也好好对待形状，结果揉擦的时候放飞自我没了，这不就相当于把前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西破坏了？一定要控制好形状，控制好形状的同时，把你的颜色做到位，还有过渡啊。它有一个尖儿，我们用这个尖儿去擦那种细小的部分。你看揉擦的部分，这个部分还没有揉完，你感觉跟身子对比，这里的层次感是不是更强？而且我们还没有动橡皮呢，是不是？橡皮可以把你擦过了的。揉擦过度的部分，重新提出来，那就有更多层次了。每一步我们都分开去做啊，分开解决。有没有同学觉得揉擦之后要比没有揉擦更真实一些？到这种小地方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，因为你一不控制自己的手，可能就把形状破坏了。没有擦笔的同学啊，我现在说另一个方法，我们用纸巾揉擦，用纸巾叠一个尖儿出来，叠了尖儿以后也可以去揉擦画面。感觉用纸笔上了个色，哎，是的。对，纸笔也是笔，这个是用宣纸卷起来的，宣纸卷起来的。你看，好多同学在问啊，从开课到现在大概有
就在我讲完压痕以后，大概有三个同学问了，因为来的时间不一样，这个就是公开课，我没办法给大家特别效率高的讲讲内容啊。时不时的有同学进来，时不时的被打断，是用了压痕啊，用了压痕的方式。你看我们小时候叠飞机，是不是这样的方式去叠，叠一个尖出来。这个尖可以去擦，就相当于刚才纸擦笔的尖，这个宽的部分我们可以擦大面积的。我用的不是压痕笔，我用的是一支用没水了的中性笔，非物利用。用这个尖儿控制形状。不断反复的强调，我说切记哈，不要在暗部去压痕，没有必要。暗部要统一，要整。有清晰的部分，有虚的部分。当越擦越重，你不需要那么重的颜色了。好，可以换一边，换一个角去擦。注意过渡啊！从这个明暗交界线一定要过渡到灰，才能到亮面。下面的尾巴，尾巴我们一会儿用橡皮去提它的毛发。效果比没有揉擦之前都要强烈多了，不管是真实感还是层次，都更强了。小九，谢谢。
差点忘了小爪子。年纪不大，忘性不小。你想，一步解决一个问题，还动不动就忘。要是一步解决好多问题，那更容易乱，更容易忘东西。揉擦了一下我们的主体物，背景，背景也做一下吧。背景不用太重啊，背景主要是要衬一下它上面的小的受光，包括下面尾巴一些受光。分享给大家这个东西啊，美妆蛋，然后色粉，或者说你把那个削的铅笔的粉末留着也能用，都能用。比较快速，也可以排调子啊，就是自己去排调子，用铅笔排调子，然后揉擦。为啥能擦出颜色？因为蘸了碳粉。因为有去蘸碳粉，所以它有颜色。这个部分稍微重一点，到时候我们用橡皮提亮。消了不少碳粉，扔了，可以保留。你可以找个盒子，找个盒子给它装起来。像粉扑，有点像。以前给一些学员讲过，这个纸擦笔啊、纸巾，还有这种美妆蛋啊，因为它们的密度不同嘛。你像纸巾擦着它还是稍微有点糙的，这个美妆蛋它很软，你想，都是大家化妆用的，是不是？化妆用的，拍在脸上软软的。可以揉擦的会更加润一些啊，细腻一些。早该告诉你。
你也没早点问我，是不是？你要是早点问我，就早点告诉你。怪我，怪我啊，这个怪我了。都好，我们这边的老师都好。画东西一定要调整啊，一定是要调整的。得调整，一定要调整啊！最一开始我给大家讲的是一些体型上面的啊，体型的思路。后面这种压痕，你其实也要做层次，不是说你前面压了就没事了啊，铺完颜色就没事了。其实你压完了，它还是要有层次的。一定要有整体观念。发现你们一个比一个会夸啊！这个字儿没了，补出来。右画能看清楚吗？右画二三，来，我们细节塑造还没完呢，细节塑造，放大。对，是顶光，偏右侧右顶光，很弱啊，这个光线很弱的，不强。对，蚊香说的对。茉莉说的也是对的啊。我们先提一下，先把提一下，橡皮，硬化橡皮。可以把一些揉擦过度了的部分啊，我们再把它提出来。就比如拿着印花橡皮，我喜欢给它切成一个角，看我怎么使用这个角。看到吗？
快速，用力。远处轻，近处的可以使点劲儿啊，给它擦的明显。对，些受光的部分，想要你的画面精致，切记啊，想要画面精致，一定要把轮廓搞精致了。一个是轮廓，一个是高光，再一个就是转折，你的面和面之间都是有转折的。以轮廓、转折、高光是必须要有的，必须要细致处理的。啊，要是没擦好，怎么弥补呢？你指的是揉擦没有揉擦好，怎么弥补是吗？美妆蛋是吗？那你需要用，我木炭条，得用木炭条先上，木炭条给底，让它松软，有一层上面的才好做，要不然这个美妆蛋有时候会比较湿，不太好把控，湿的干的上去以后。特别晕，但是这个背景的话，它后面是有内容的啊，有虚实变化的，它不需要特别的晕。如果你想晕一些，可以准备木炭条，先用木炭条打一层底，那个很松软。对，示范的时候一直用的都是炭笔，因为铅笔反光，大家看到的会比较难受。炭笔的话它不反光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很粗糙。我收好眼睛的形，高光的形。这是四开的啊，不八开，糊涂了，八开的啊，八开的。你看，我们前面一直都是在用橡皮啊，或者是揉擦，没有去补这种偏重的调子，现在就可以补了。这个重的调子补在哪呢？补在这个压痕的中间，压痕是一条又一条，你想让它更有层次，你就去压痕的中间压重，这样从上到下就更深了。素描可以画16啊，可以画16开。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可能太小了，不够明显。那前面没看到的啊，我再示范一遍。先压痕，就是普通的水笔写没水了，铺色。出来，揉擦，还在吧？好，需要更亮的，去提。更丰富了。好，如果你需要让它这个从最表面到最底层层次更多，你去压什么呢？去压这个黑色的部分。
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它的层次更多了，从上到下的关系拉得更明显。没有没有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啊，这个又怪我啊，这个还是怪我，没有早点告诉大家，把这个中性笔保留下来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想看到完整画面的同学啊，耐心一点，我们把这个塑造完。所以霞刚问的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，就是说你揉擦很多地方没有揉擦好，不够重的我们继续去补充。塑造就是要调整之前没有做到位的地方，不够重的那就去压重去调整，画过了的就用橡皮去提。开个玩笑，找点特征。小鼻子，卡一下。你会发现前面出效果是很快的，体型铺大色出效果呢都是很快的。那如果你想要画面更加细致的话，你就要慢下来。认真的吧，轮廓。高光、转折这些内容做好。看毛，哎，我说了，不只是亮的，对吧？它还有暗的，暗的我就用笔去画。但是重要的点，我们还是放在颜色的过渡上。它质感早都出来了，就是我们通过压痕的方式。那素描它就是这样，你不管画到哪一步，让它尽量保证完整。你就是说现在停也可以，它停下来，它还是一个完整的画面。但可以继续往下画吗？也可以，就让它更加细致。画成这样，肯定不敢用橡皮泥提高光，不适合啊。它不适合用橡皮泥再去提高光了，它适合用硬橡皮去提。
软橡皮这个时候做什么呢？它只能作为剪蛋工具使用。某个部分画的稍微有点过了，我需要把它的颜色剪淡。好，那你用橡皮泥去做，轻轻的点都没问题。但是你如果说你想提高光啊，这个高光一定要注意，它的形状必须严谨。那你在提的时候用硬橡皮更好控制，软橡皮它会变形啊，是吧？你在压的时候它不好压。不好提。铅笔也好提，我一会儿，等我画完吧。画完，我用铅笔给你演示一下，铅笔细腻更好提。你们可能都是在。步骤出错了啊！你们提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时候提啊？我建议大家是在揉擦完了以后去提啊。揉擦完了以后去提是比较好提的。电动橡皮我用的少啊，就是小九说的，我跟他的感受是一样的。我用的比较多的，樱花、老人头，还有可塑啊，这几种。电动橡皮它里面是马达，小马达，马力比较充足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啊，容易。不受控制，容易直接就蹭飞了。橡皮总要切吗？它切一块，你切的好，用很久啊。你不要乱丢就行，你乱丢的话，老要切。你不用切这么小啊。我的是用的只剩这么小了，本来它比较大一块，就切个三角的，切个三角的。库希勒橡皮可以的啊，可以。
顺着毛发方向加深层次，做好过渡。擦几下就钝了，没有那么夸张吧？你看我来这以后，就是这一小块橡皮，公开课、分享课一直用的都是它啊，还是这样。它不需要特别尖啊，没有必要说特别尖。恭喜发财！怎么好好来这么一句？也祝大家财源广进。不尖擦不出来，它不需要太尖啊，不用太尖。你捏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角度嘛，你控制好那个角度。我用的是炭笔啊，塑造的时候，你对应起来，我用中炭和硬炭，你对应的就是中性铅笔跟硬性铅笔。比较重的这种部分，你可以用中性去压，它又可以画重，又不那么软，不至于颗粒感很大。中性笔就行了。那对于特别亮的部分、很浅的部分，就用硬性的笔。那个画出来很浅。就像什么啊？你们说的这个角度哈、啊，我说这刚才说的这个角度，它就跟你用铅笔是一样的。你的铅笔一开始不是尖的吗？是吧？你画着画着是不是钝了？钝了以后，你换个角度再去摩擦它，再去画，始终可以保证它的前面是个尖儿。那不跟橡皮的道理一样的吗？就是换角度去摩擦。如果说每切一块橡皮，擦不了几下就钝了，就扔了，这个确实有点奢侈。谁是这样干的？我要跟你交朋友。对，画画是这样啊。它不能只是手的表达，还要有观察、思考。我认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，心态啊，心眼脑手互相配合。是你们自己来取，还是我给你邮过去？这个肾不太行啊，肾给不了。邮 过去，给个地址啊。这不只是画画啊，像我们讲的更多的都是跟画画有关。
主要是操作类啊，操作类的系统性都特别重要。锻炼的不单单是一方面啊，它最后是要操作的，你可能要先理解吧，脑子要知道啊，要理解，而且有这个意识。那懂了以后，并不代表你就能做到了，还要干嘛？还要操作啊，具体的操作。一开始的认知可能会有偏差，对不？那你经过实践，再去修正你之前的这种理论性的，也就是所谓的经验啊，不断的两方配合，实践、经验分析，最后才能真正的掌握啊，不操作是无法掌握的。有个人，有个有经验的在旁边看着，给一个正确的方向，这样进步会更快。事实就是这样，不是我乱说啊，乱框大家。又夸一波啊！又夸一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明天就现在了，你看在这儿。反光，明天就现，灰面、亮面。只是说，这个图啊，并不是，光源很强的，它的光线很弱。玛丽炭笔用起来，它不差啊。总有同学可能觉得玛丽国产的是不是就很差？真货它不差啊，有可能你买到的是假货，假货用起来就画不出颜色。你像我刚才。加这些地方还需要一些线条，我用的都是硬碳，硬碳它可以画重的，没问题。假的玛丽，你光看是看不出来的，这个得用才能用出来，你一上手你就知道它是不是真的。我以前买过假的，它的假货哈，假货中碳的感觉，就是你用中碳去画，那个感觉就像是硬碳一样啊，真正的那个碳笔的硬碳。假的软碳就像真的中碳差不多。对，油画的老师都很负责，有目共睹。其实集中精力表达的地方也不是很多，就是亮部的地方，亮灰部，这个跟我们
观察真实物体这个视觉规律有关。人眼啊，看到一个物体的时候，一定会被它的亮部吸引，就是你可以认为是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吸引。光照充足，然后光打在它身上，反射到我们眼睛里面，好，我们能看到它了。而暗部呢，就会自动省略，因为它光线不足，反到我们眼睛里就是黑乎乎一坨。这个我们要用到自己的画面里面。人的眼睛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可以自动对焦，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啊，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视觉视点。当你看不清暗部的时候，好，你去盯着这块看，你也能发现很多的细节。这是人眼厉害的地方。想看亮部看亮部，想看暗部看暗部。但是我们要避免这个陷阱，在绘画里面它是静态的啊，它并不是动态的，它是一个静态的。你要有集中表现的地方，吸引人的眼睛看到的那个地方，而不是从亮到暗都去画。如果我把这个暗部也画得很仔细很清晰，毛发质感特别明显，它一定就比较平，它一定是比较平的。彩铅画多了都不习惯这样握笔了，是吗？彩铅经常这样拿笔。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，现在已经画到塑造了。如果想看前面内容的，可以添加一下右花二三微信号，也许会有录播。其实还有一种方式搞毛发，大家想不想知道？我估计有的同学都知道，自己都了解。想知道的同学，敲个六，敲个666。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它可以怎么用呢？你比如，有的同学也懒啊，想省事儿，他一开始啊，并没有把这个高光留出来，这个眼睛部分的高光留出来，他就直接涂成黑的。后来发现用橡皮再提，提不了很亮，那怎么办呢？刀子啊，我们把刀子拿出来。是不是？你看它可以刻，它刻，但
不能太用力啊，你不能说我给它磕个洞，直接透到板子后面去了，那不行。同样的方式，你比如有一些亮色的毛，我们可以用刮的方式，啊，去刮它。对不对？发现没有，它是可以刮出来毛茸茸的。刮坏过，不敢了。那就不用它啊，那就不用它。就用我们橡皮提、压痕笔这些方式。你儿子的老师不许他们揉擦是吗？可能针对点不同吧。可能老师们更想让他们在掌握了排色以后啊，排调子以后再去进行下一步，因为揉擦有什么弊端啊？就是在不明白的情况下，前期工作没有做好，比如他颜色铺的不到位，哎，总是急着去揉擦，那样是根本出不来效果的。再一个，揉擦会把很多地方啊含糊掉，你比如棉接线，好，你画的时候它清清楚楚的，它就在那里，但是一揉擦。模糊了，没有了，是不？它就不明确了，它很含糊，让别人看到的画面它就不够清楚。考试的话，那就是你表现的内容，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掌握啊？你自己平常学的那些东西有没有真正掌握？那他可能就让你停留在揉擦前的那一步，就画清楚，就表达清楚。这个你。水饺，啊，你加一下右滑23，你问一下助理老师这个有没有回放？嗯，我也不敢肯定啊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好，你看，下面的毛，橡皮，樱花橡皮。刀容易刮烂纸，所以要控制力度。顺着毛发的方向，所以说，不管你用不用压痕啊，他们只是方式方法，都可以表达这种毛发质感，不用拘泥于一种。系统课里面还会给大家讲那种。特别长的毛发，比如卷毛，该怎么画，都会给大家讲清楚。公开课时间有限，那我就没办法讲那么多了。你这个模糊啊，你说的这个模糊，我翻译一下，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说不那么清晰了，对不对？不那么的清楚，是会的，因为颜色变重了。但这就是我要的，我要它有层次，所以我才会选择把它压重啊。那如果说，哎，你有的部分你就需要它亮亮的，那你可以不揉擦。这是看效果的，看不同的位置。我揉擦的目的是让它从表面到深层有一个纵深，就单指这一块毛发，就是我前面讲的它，它从最上面最亮的到最下面最重的，
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一个厚度关系的。那我是来要有这个内容。所以我把它往深了做。破一破形，不能太整齐了。本身外面也不是那么整齐。配合，又去压，又去提，两方一起做。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！我的画马上就画完了，大家可能来晚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可能有录播，添加一下右花23啊这个微信号，可能会有录播。还有中间的步骤图啊，都可以找他们要。侠总想把这个松鼠拽下来。松鼠这么可爱，你怎么忍心拽它呢？一定要分清哪边是亮部，哪边是暗部哈。初学很多同学会觉得，就坏在哪一步呢？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人眼的自动对焦，当他把眼睛望向这个暗部这里的时候他不去跟旁边对比，他只是盯着这里看，他就感觉很亮，他可能就会把它怎么样提的特别亮。就是没有整体观念嘛，如果有整体观念，你就跟旁边去对比，多对比，你就能发现谁重谁轻啊。同志们有没有问题？看看我们的小松鼠。我把这个树干啊再勾一下，再简单勾一下，不用特别仔细，就粗糙一点。有精细的，有实的，也有虚的，粗糙的。像不像我们上节课画竹子？偏向一种速写的方式，直接表达。问题是没有，就是画不像。你有看我前面的内容吗？就是。起行的那几种方式，
可以用笔测量距离，去看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。再一个，多去找辅助线，看判断点位，点的位置啊，上下左右点的位置。再一个呢，剪影观察，再进一步正负形，就是大剪影套着小剪影，这就是正负观察。今天第一次看到。你可以运用一下这样的方式，感受一下，会不会比之前画的更准呢？一般在系统课里面哈，会把这几种拆分开讲，特别仔细。公开课没办法啊，时间太短了。你想我这拖着拖着又到现在了，马上都该下播了。没事，只要分享的这些内容，如果大家有学到，对自己有帮助的话，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，不咋辛苦。有时候就怕自己分享的这些内容啊，对大家没帮助，就比较难受了。前面不是有说光上面来，所以下面是暗部啊，有明缺陷、反光，简单表达一下就行了。后面的不重要，后面的我们也是同样的方式概括。希望有一天，这个绘画啊，对于我来讲，绘画完全就是一个爱好，让我每天开开心心的享受绘画的美好就足够了。但是吧，现在啊，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，我只会这个东西，又只能拿它来吃饭，我还是比较乐意分享的啊，但是。如果光这么分享下去的话，我可能就饿死了啊！公司也要运营，对不对？公司也要运营，也要能运营下去啊！想让大家知道啊，油画是很负责的，有需要绘画、想画画的朋友啊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构。有一说一啊，因为我来这儿也没有太久，对比我之前经过的一些机构，确实这里的老师很负责，而且口碑很好啊，口碑特别好。对，乐分享，乐交流，不敷衍，不藏私。调整一下，我们就结束啊！有问题的同学可以把问题敲在公屏上。一定要注重步骤性啊！你可以忘掉我今天讲的很多内容，但是一定要记得步骤性的重要性，步骤的重要性啊！
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感谢能看到现在的朋友们。想要素材图或者步骤图，或者对课程感兴趣，添加右滑23这个微信号。这个是因为镜头的原因啊，实际上没这么重。镜头离这里有点远，所以它拍出来会比较重，实际没这么重。因为我这个屋子里面的光啊，从顶上打下来的，越往下摄像头拍到的会更重一些。最大遗憾，错过了骑行。你加一下朱莉老师微信啊，他应该会弄好了，会发给你。骑行、铺色、揉擦、塑造、调整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步骤。大家还有没有疑问？没有疑问，我这边就下播了。课程的话，下年啊，2月份，大概2月份就会开课了。也有可能会涨价啊，这几年经济环境真的不太好。想学习的不要错过啊。不是每天都有课啊。一周一节，公开课的话一周一节。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拜拜啦，下次再见。右画二三，右画二三，右画二三。听君一话，夸张了啊，严重了，同志。时间不一定，时间是不定的啊。真的，你像我这个素描的公开课，有时候周五，有时候周六，有时候周日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也不一定。你加一下这个助理老师微信吧，啊，他可能会发通知。大家拜拜，可以吃饭了啊，到饭点了。拜拜。